第一，本的平等互利的原则加以双方经由好协商自愿结婚。当然，我们在婚姻期间不得干涉对方的自由，若产生无法调和矛盾，可协议离婚。第二，如有必要，你必须履行丈夫的一切义务。这是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有的时候你需要以陆芳宁丈夫的身份来配合我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觉得吃亏的话，也可以加上一条，我也可以以妻子的身份配合你完成你所有的表演。第三条呢，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善良，我能会保护你的个人隐私，不会将你的个人信息还有你的照片公布在任何一家社交媒体上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天有必要对外公布我们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也会在你的照片上打上马赛克之后再发出去。下面这一条呢，没有那么重要，你随便听一听就好，主要是关于我们婚后财产的分配问题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婚姻里产生了我们共同的成果，乙方需要无条件的放弃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就是你，我的就是我，有些看上去是我们的其实就是我的。什么叫看上去是我的？法律条款就是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达，不重要啊。你看后面都是一些格式化的问题啊，签字吧。合同上语言不详的文字写了也是毫无意义，划掉。对了，我还要再加一条，合同里提到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实行。我堂堂陆明集团总经理陆芳宁会跟你做违法的事情吗？那也得加。在我世界里，你的降临竟然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竟然会如此的动心，我移不开眼睛去瞧着你。结个婚可真够麻烦呢。其实应该还有一项程序，婚礼。算了吧，结个婚穿个婚纱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站在台上像个木偶一样，台下大部分的人都半生不熟的，简直就是大型社交尴尬现场，我不喜欢。所以你不需要婚礼啊？当然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听你的。OK， 取消吧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现在正式为陆明集团英菲尼特的项目设立进行董事会投票，投票开始。杨总，你瞧瞧，不争气以后啊。等一下，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开个会都能迟到。我这一票赞成英菲尼特的品牌计划。哎，薛总，你刚来公司，很多事你不了解。我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，而且我非常的期待像陆总这样一个人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具品牌。一定不会让肖董失望。刚刚肖董不在，那么重新开始投票，投票开始。好，我宣布Infinite 品牌正式立项。恭喜陆总，
终于通过了董事会的表决，立刻约高尔文来国内确认设计稿，还有马上推进和材料商那边的合同。哦，高尔凡，你马上。恐怕这些事情之前呢，你有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要先解决，就是这个周末的婚礼。婚礼？谁要骗我花钱？你的？我的？你的？我的？你的？什么？刚刚会后呢，所有的董事们从老卢总那里收到了您跟林先生的婚宴邀请，喜帖都印好了，就在这个周末。想的面镜，从我这边看到全世界。